梦梦九良，你那个头球，这都是精彩的，太可乐了。哦，那头球太帅了。然后当一甩头进了。九良那个也挺酷的。这谁哈喇子呀？冰块，冰块。然后哈喇子已经凝结成冰块了。你没玩啊？你玩了？我玩了，我第一轮。刚才的感受就是吹完之后脑袋疼。我是吹的时候，我跟杨老师来了一个头捧头啊！哎，我们又改斯坦姆了，你看这样壮烈啊！咱不说那什么啊，咱就我就是本场得分王。这个要说嘴里的功夫，还得说我。要说这个配合，还是我跟栾哥配合的最好。对对对，哎、技术最精彩就是这个栾哥那头球。我们之前报了一个这个兴趣班，我们练多少？我觉得口气最大的还是张鹤伦和尚永琪。我们把球吹得远，肺活量足，这是一场有味道的比赛。